主料羊腩500克，辅料孜然、橄榄油。制作时间30分钟到1小时。羊奶解冻之后，在表面撒上一层迷迭香，烤盘里倒入少许橄榄油，涂均匀，烤箱设置180度，预热之后把烤盘放进去约5分钟，油热了取出来，马上把羊奶放入到热油烤盘里，再放入烤箱，设置时间为45分钟，时间到了，闻了阵阵羊肉香味，即可取出装碟食用。烹饪技巧，吃的时候可配上肉质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